大公司和主任去打电话唱丈夫的 APC。要求你好心娘，你要变成我的 APC。五年来，我的心愿等你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过你。这件事你要都懂得，女人第二件事你要会会把女人妈咪打压你和你要注意，我们的不太关系他们家都你要去，一天你要努力，一人一个不会要他总叫你要他去看你，我们认真打动你，无论他爱我去总要找你来送你，你要常常在大街看你不怕见来你到现在到底给高兴的你不去啊娘大姐最重要把你你的意见不能让他去，你要快快的不是不想抱着回去，真记得来的东西来给你